乎12月31日讯，今天一共有六场比赛，现已全部结束。在今天结束的比赛中，魔术109-107战胜活塞，森林狼113-104战胜热火，猛龙95-89战胜公牛，独行侠105-103战胜雷霆，开拓者129-95战胜76人，湖人121-114胜国王。明日 NBA 一共有七场精彩对决，以下球队顺序：卫克队在前，主队在后，老鹰 vs 步行者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，前两场对阵步行者，老鹰都以失败告终，此役客场作战恐怕也是凶多吉少，而目前两队都在连胜中，谁能将火力延续下去，在下一程赛场见分晓。魔术 vs 黄蜂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7点开始，魔术目前以16-19的战绩暂列东部第9，黄蜂17-18暂列东部第6，双方战绩差距并不大，尼古拉武切维奇近来发挥出色，此役有望带领魔术拿下3连胜。而肯巴沃特会不会再次遗憾加入空砍群？凯尔特人 vs 马刺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8点开始，这是两支传统队伍间的强强对决，本场比赛也是两队本赛季第一次交锋。拉马库斯阿尔德里奇在上一场比赛中狂砍38分7篮板，带队强势击败快船，此役对阵凯尔特人还能否延续手感，带领马刺捍卫主场。灰熊 vs 火箭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8点开始，火箭近来的状态势不可挡，已经豪取4连胜，此役主场对阵灰熊必将拼尽全力，在下一城将连胜延续下去。独行侠 vs 雷霆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开始，两队背靠背比赛再战一场。在今天的比赛中，拉塞尔·威斯布鲁克手感冰凉，仅得9分，雷霆以2分之差遗憾落败，此役回到主场，雷霆能否实现复仇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森林狼 vs 鹈鹕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开始，森林狼和鹈鹕目前暂时分列西部第13和第14位，卡尔安东尼唐斯在今天的比赛中发挥出色，砍下34分18篮板，7助攻6盖帽，表现全能。鹈鹕这边安东尼戴维斯近来发挥也很出色，本场比赛他将与唐斯碰撞出怎样的火花。勇士 vs 太阳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10点开始，暂时排名西部第2的勇士明天客场挑战西部垫底的太阳，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对勇士来说很重要。编辑李奥。